这应该就是第一公会，你看我们公会占定是600万，第二公会是300万，我这就是试玩，试玩还能拿个第一，那岂不爽歪歪？哇，哇塞，哇塞，这些我都没有搞，我的天哪，又给了一个这个魔宠，我的天哪，哇，45万占定了。先让我再看一下这个战力第一，个人等级，个人战力，哎，老王图第一啊，没毛病，高他2000，其实这无所谓。今天我们晚上再抽一点，再充点钱，再抽一抽这个水晶球啊，高他个几万，这应该没问题。如果他不充值的话，这里这个狼人精锐可以前往参加一下，这还是一个限时的活动啊，至少两个人，大家都不认识我，所以咱嚣张一点，我就说榜一要求来人陪打这个狼人。OK， 那我退队伍呗。好，他是老玩家，哎，已经在打了狼人精锐。可以啊，但这个狼人是哪里看他的这个次数我不知道啊，我次数还有8次，这狼人入侵给的东西还挺多的，攻击贡献一次给100，是我这儿人很少，所以很方便 buff。 对于那种绝对的大佬，他肯定是人越多越好，但我不是啊，我这就是试玩，试玩还能拿个第一，那岂不爽歪歪，草根变大哥的感觉。好的好的，哦，他自己去战斗，哇，这太简单了，这双手离开键盘就可以了，他这都不用找，自己去找，打完然后接着找下一个。哎，这是有奖励归属的，哦，这归属是应该是我的组队都有。金玉江不在乎这个收益，把这个队长给小莫 ，OK， 然后我们就退出就行了。他们两个人继续打，我就不用解散队伍。然后这里一剑领血，好的，给了好多这个宝石装备，看一下财宝，这是什么？看出来东西都没有替换，应该不怎么厉害。啊，这个回度就完成了，停一个。他这个游戏，他的这个宗旨好像就是说每天啊，去花2小时玩一玩就足够，因为真正的大佬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的。这里我们去挑战呗，不知道能打到第几层，已经打到22层了。我看一下其他的公会，他其实应该是2到3天开一个区的，所以他开的比较慢。过2天应该还会来人，工会列表看一下，现在加在一起可能就只有170-180人，哎不对，140-150个人。我们这应该就是第一工会，你看我们工会占定是600万，第二工会是300万，剩下其实可以忽略不计。这儿要打不过了，勉强打过他，好，最后加了500，这儿打不过了，晚上再充点钱，再提高这个战力，我们再来吧。现在打的又吃力又难受，扫荡也先不要扫荡，我靠，我都已经红屏了，都要死球掉了。你们谁告诉我开服垒虫那儿可以领一个这个5阶的戒指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这还有收集装备，开服垒虫哦，这里，哇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这些我都没有搞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又给了一个这个魔宠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搞完，然后冰莲搞完，反正那个奥氏飞仙，下周四的奥氏飞仙，我一定是准时参加，而且一定会玩半个月，已经定了的，这个就不用再劝我了，谢谢。然后这里，我的天哪！强化啊，一键选择啊，把背包里的材料用来强化这个冰莲。明白了，这坐骑有一个这个魔星可以使用，哇，这上限有520个啊！饰品装备，又搞一个衣服，穿一下 A 级魔宠，那么牛，再搞一个，哇，齐了呀，40万战力了。哦，这儿3个药水，直接就59了，我靠，这个那么牛的吗？直接就51级了，我靠，那这用的。激活并穿戴，等一下，激活并穿戴，皮肤卡不足，激活了一个这个宠物的皮肤，守护换，为什么不给龙？哦，守护可以换一个这个龙，已经换上了，守护已经是这个龙了，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换的，可能它激活的时候就换了。这里有一个孔位解锁了，啊，是这个，这就是那个戒指，我的天，我的天哪，牛掰，博有威名。这个就是那个5阶的戒指，装备我先都脱下来，事情见一见来，卸下。哎，不是，抱歉，没有切换这个宠物，我刚不是点这个飞龙了吗？
哦，现在是对的，终于弄好了，我又要被喷了，哎呀，我的天，我不知道怎么又穿回去了，这个，太奇怪了。时装可以解锁个啥？啊，这里有一个可以升星吗？啊，不对，是新解锁的衣服。好，保存一下这个形象。武器啊，终于有个新的武器了。啊，这个武器看起来，我其实不喜欢那么粗暴的大武器。猫咪的装备，三战已经三战没有搞。好的好的，激活一个狂神之什么什么什么，猫咪的卸下来已经卸了，然后三战确实没有搞。三战自动出战啊，已经出了。三战顺序，这是龙放在最前面的，没问题。好了，去按这个啊，其实这里有个按战力配置的，我的天，按战力配置就可以了。我有一个 A 级的这个神兽，然后宝藏这里又有33把钥匙了。我这里需要花24块钱，但我没有。这里限购次数一次，这里东西也不多，已售空。这里好像，16块。再充个98好像就够了，副会长给我了，好的好的。然后充值在哪儿？这还需要充970，那不需要了。来，今天是这个累充3000，今天晚上充到这里，我充一个少一点的，充个98就足够了。来，已经充了2000了，宝库，好的，宝库，来一个五级宝石，五级生命宝石，啊，密银60块钱，好，刚好还剩。29块钱积分，我的积分是在这儿，我可以兑换这玩意儿。这积分从哪儿来的？不知道。然后我们去抽一下这个宝藏，猫咪装备已经卸下去了，还是猫咪啊？这个参战忘记点了，不好意思。现在就可以了，现在这个小龙就跟着我屁股后面跑了，忘记点那个参战，不好意思，只是规定了这个参战顺序。这里花一点小钱抽一下，好了，又是水源50次一键取出，来开一下，开一下。这个随便获得一本，不知道是啥，宝箱都在最后面。来，把这些宝箱全都开了。四级宝石，那这宝石岂不是又可以升了？哇，四阶的穿戴一下，哇，又加了12000，牛掰，牛掰啊！给第三个宠物啊，有礼，第三个宠物的这个饰品，谢谢，你们不配拥有。来。给他用一下，哇！感谢有各位大大的这个提醒，战力又增加了呢。装备一键强化，哎，这怎么还有个这个铸魂？铸魂，啊，又有6个。铸魂之后，啊，这个魔能晶晶没有哎，啊，我烦死了。然后这个也没有挑战次数了。镶嵌的话，给这个升到了6，哎，统一升到6。好，加了1100，二星腰带抽到了。二星腰带是抽到了，哇，这个宝石感觉可以给好多升到6啊，我们就先统一升到6再说。腰带二星我确实抽到了一个，那个东西很难得吗？那么强的，噔噔噔噔噔，五级，你看，这一次强化好几个，哇，还有一个这个装备，等一下先给这个五级的换上，然后再来强化。6级腰带也可以升，我靠，这个暴击的牛掰，哇，45万战力了，我就45万战力了。这是野外 BOSS， 他还有50几秒就刷了，会不会是清？哦，好，哇，这就是大佬的待遇吗？他们都很关照我，然后照样去一直加我好友，然后还邀请我去蹭这个诗心，这诗心应该就是最后那个挂机的时候，他每秒可能不是每秒，每几秒就会给一个1800的这个经验，可以去那儿蹭一蹭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这里购买区域，这是买地吗？哎，怎么连这个游戏都可以买地？购买区域，当前工位资金有23万啊！好，我们去蹭一下这个经验。加百列回复了，疯子回复了，好的好的。我看一下，我认真回答一下他这个问题。魔武副手水晶球，今天这个活动我抽了的。以后这个副本，试新的副本还是要带人打，感觉会好一些。啊，我还有4次。这样吧，我一会儿再带他们去打一打这个试新副本。我没想到这个还能打那么多次，知道吧？这个我下播我自己把这个打完吧。然后一会儿这个生活的我再去做一下，友好度相册。
星运，工会跑商，哎，工会跑商六十级才开放，今天没有开放，有点烦人。我看一下我现在 VIP 几啊？这充值的地方太多了，导致我不知道在哪充。哎，点充值，这儿 VIP 七，今天应该充5000块钱的话可以到 VIP 八，但是没有必要哦。VIP 六，好的好的。贵族特权我看一下 ，VIP 七给一个这个女仆，这个皮肤卡125块钱，然后 VIP 八的话要花300块钱。Oh my god， 这肯定就是5000的时候会给，给一个这个星辰也是神器，首次激活立刻提升4500的这个战力，这两个好像不需要呀。贵族15要10多万哦，好的好的，明白。那也不是特别惊人嘛，我还以为这个要100多万呢。哎，给了一个靴子，传承了，自动传承啊！你看，这就是这挂机蹭这个经验的地方。然后最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排行榜，今天排行第9啊，其实进前5应该没有问题。他们很多人应该就是第一天多充了很多钱，然后后面几天慢慢充。第一天充钱充多的话，他还可以拿一个这个排行榜奖励，所以他们第一天充的钱比较多，但是他们没有花，应该是这样子，不像我特别的铺张浪费。好，这个游戏今天先到这里，我们晚上6点半回来做一下活动，先这样了，拜拜。